最近政府都奇啊，准要做啲嘢咧，令到啲市民去憎恨个政府，唔好话憎恨啦，反对啊，嘲笑啊，唔知政府讲啲嘢咧，唉，我都见过都笑佢。而家搞咩啊？搞咩网络啲咩控制，话咩平等时间，我都唔系好，即系唔系好理系佢咩，即系我都系 tell the dog 啊，即系话俾只狗知啊，即系学阿大飞哥讲，咦？咩網絡做個網台唔通？我話唔啱講到啱，我介紹民建聯，即係民建聯我最 friend 啦。我要介紹埋對民主黨嗰啲咁嘅不知所謂政黨，我唔會啊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呢啲帶俾我麻煩啊！跟住原來事前咧又冇諮詢，你政府要搞呢啲嘢，事前問下我哋意見，問下啲網台啊，問下啲網上媒體意見，咁出嚟反效果唔會咁大。咦，政府問都冇問喎，即係你一男一女，就算你丈夫同老婆啊。要在屋企行房啊！你都要問下對方意見啦。政府問都唔問，出到嚟唔係咁反效果，不過唔出奇。因為曾蔭權政府係咩政府啊？奴才政府嚟啊嘛，即係奴才諗嘢就冇平常人咁即係精靈嘅，諗出嚟啲嘢係俾人柄嘅。所以呢次政府我睇下佢點俾人柄，最後成唔成功去實行到咧？我敢擔保啊，一定唔掂，一定刺激到人示威。就算實行咗咧，哼，俾人插到對飛起啊！